老师放心，我会尽快得到陨落心炎，替你炼制出躯体的。 黄金二班，萧炎。从今天起，你的麻烦将会络绎不绝。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的走下擂台，我萧炎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，识相就乖乖交出火能，否则一会儿你们就只能爬着进内院。 心炎的本体，就让本王送你上路。云岚宗，萧家血债，有能百里偿还。不管面前骇浪滔天，我们一起闯。